Hello， 各位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白同学。白同学今天来拍三百片，怎么样？就是我这一台 BMW 139，它大概买来开了大概六七年有了啦。前一两年开始底盘就出现有那个叩叩叩叩声音，但是很不明显。然后现在越开越大，目前看是那个左边上面的那个舵杆，唔知是大机小机，但是有问题。今天要开去换，分享这个资讯给同学，就是这个声音，仔细听哦。来，仔细听那个轮子的声音哦。来哦，我再请他修起来了。来哦，他往前开的时候这样哦，要踩刹车了哦。哎呦，更不会啊！哦，你看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听到？然后那个车内就是会这样叩叩，底下比较明显，这样听踩刹车下去就有声音了哦。你去听，你去注意听哦。好，走了哦。好，来哦，仔细听。有没有？过来哦。有这样。哎，就是要治疗这个异音。今天就是要去抓那个异音，好啊。这个过程分享给同学。行。伊这个高声是无高啦，这个进前嘛是你这边帮我换啊。我都惊搞来，太强劲啦。我记有那时啊，哎呦，你要惊到！那个桥无讲盖好桥诶。伊这算哦，这塑胶垫啊，这个定型。好。啊，这个进前你甲我赞助诶，我想还阁会当用，先甲放后边好走了诶。轮胎的状态。然后，我伊这边，它就是你看内轮有无？吃到都这样有没有？是这样子啊。啊，这种车后面后腿在套很贵的。啊，你看里面，哦，要是都那光头胎呢，伊袂惊呢。这算艰苦人的车啊。啊，这抓的里面基本上，这若有银是换掉较好。啊，但是先豆豆翻啦，这豆豆足久无咧整理个，顶个传动轴搁安尼，搁遮，这内底有铁氟龙搁个封咧就使啊啦，对无？啊，传动轴上次也换了。哎呀，伊啊，伊像这，反正这内底磨干咧尾啊，定位就知啊嘛。好，老油老较大个，这尾我才看代一个厂商，尾啊看良心发现，才会叫伊来互伊表现一下。先慢慢来啊，因为大概我们用车子的话，就是基本的东西，你看你妥善率要整理到哪边。好，按以 cushion 来讲的话，只要没有异音，我在开是觉得还蛮好开的，没修哦。就是没那个三脚架的部分，我先用一下。然后这两只是我那个台北的朋友，他以前换下来还能堪用的哦，我来分享给同学看一下。啊，刚好那时候是左边啦，啊，正常这个底盘你如果能用全新的料是最好，啊，但是伊多少给我喔，已经大概放大概半年多了喔，目前的状况是比我还不错，哎呀，比我车顶好足济啊，伊这进前嘛是捌换过尔，啊，伊尾啊，佮迄当阵去换，佮换几对的喔，他这个还能堪用就送给我了，好，等一下要装上去，来，对了，顺便来记录一下他的料号。VAW 这个那个啥，鸟金白的1141717 L L 就是左边，然后这个哦，哦 L， 很多同学不知道会不会像白同学一样 R L 搞不清楚，我来分享一个诀窍让你们知道，一般R 就是右边，怎么记你就记右边就好，你去用精准，哎呦 R 右，这样知道哦，这个诀窍的技巧 English starting 就是这么简单。啊，阿姨啊，动不了想要叫人换敢好？好，哎呀，因为我这台买来不要换了，顺续啦，到底啊，到底啊。
哦，你知嘛？嗯。已经老油老啊大呀！啊，这个底盘的部分哦，原本那个动坡我要拍 DIY， 但是五系列的它的千斤顶，你老公们长时间用它那个原厂在顶，有一定危险性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也是分享那个拆装方式给同学。这个薄膜的它不会希望 DIY， 因为它那个千斤顶的设计比较不一样。哦，一完的。它三九的话，它不是打桶的，引怕康一起叫两对塑胶，就是垫在上面就对，因为刚好是垫住了，看不到。啊，这时候我换掉了，然后前面确定换掉，后面顺便看一下。来，后面也到了，一起把它换新吧。这他湖进前可能慢慢换过，啊后边贝斯灯。黑桶，来碟盘看一下有没有嘎高，哎、欸，还好。哦，另外一边顺便记录一下。哎、欸，这可能进前前车主嘛，换新的迄种，迄、那个啥碟刹的迄种碟盘的款，哇，嘛高啊。还有这边，哦，要修嘞，磨到到底啊，惊地。袂歹，你看白龙雪轻剪补死哦，这个不要学。耗材的部分，你觉得大概快到了就要换了，不要学白龙雪，都要硬撑到最后一秒。要拆的时候就是那个底盘先拿下来。吼、哦，油甲人会惊呢。诶，我记得买一套。啊，你要再拆这个奶骨帮，我非常肚烂，因为这个很容易烂掉啊。这做好烂的，啊烂我拢是套较大迄种，迄、那个啥，瓦石落迄落。对，拢烂的啊，很烂啊。啊，我见这边干嘛去倒？还是去竖线现在紧紧的倒啊？没啦，他们要困啊。好。因为给换掉这几螺丝，所以。哦。嘿，哦，这全部拢裂呀啦！你看。惊到呢，这边呢，啊，这边还好啦，好家在，拢新来。我这母丁在唱歌啊。里面那个零配啊，先拆掉。啊，啥问题？再回换。哦，我咧打桶，我用焊的尔，粗啊！奇怪，它里面为什么不爱规个做东坝啊？太怪了！这支我这支怎正唱的？哎、欸，这支也正唱的呢，惊到呢！要先用一个挡住。来，后来就是把这个和上头的螺丝把它拆掉。啊，这个有的时候如果说卡太紧，就要用那个线打把它杀掉。啊，目前是还好。来，用那个这个吸型夹呀。嗯。这个之前那个有那个。同学寄这个给我，啊，你要用吗？是大家想看的，是因为车卡这个就又夹来，但是要听指挥之物是零啊。因为车卡是讲你坐咧用的，我你这么瘦，伊就立落来嘛。我总刚好这个是吊灯，是哦。哎呦，我屁屁惊到！哦，好。另外，迄个自动叫跳了，迄个是，迄个走管顶的。这个我拆开啦。哎，再搞一下。哦。
跳一下边啊。不散。伊尾也是赶快那个别个跳出来就好了。这个我应该是这样拉出去取下来。你管顶还佫有一个六角，哦，六角在动就对了嘛，哦，在动迄个哦，吓，在动，哦，我袂走啊，对啊，我想奇怪，来啦，这边啦，我想你若去对动咧，哎、欸，我真巧呢，所以这隔行如隔山的是安尼。这里破掉了。一般底盘的话，你也讲有的异音比较小，你刚开始要抓比较难抓。我这是故意把它开很多年的了。啊，这一只就这样一样把它戳下来而已。这只我爱放，我爱放不消，爱放不消，放我飞了。机会就给到，也是来研究。啊，过来我。伊个回旋头，哎、欸，这个回旋头呢，像摇杆一样，这个正常要紧紧的。好、哦，有啦，这个安的对啦，安的会使啦。哇，你看正常啊，边无啥会叮当的啦。安尼，哦，很紧嘛。然后这个它就是固来的，让油哦，这样就不行啦。哎，这个避震器它要先卸下来，原因就是怎样呢？因为这边。你这个回旋头拉上去，这边卡住，哦，这个部分要弄掉。哎、欸，这清起来尔呢？伊是规支清落来哦。插入去。插入去尔。啊，有一个空间出来吼，这个会当抽出来就好啊。对。唔免装棒。我咧看起起做黄铜，连刚刚叫来倒打好个。黄铜你只毛咧叫啊？你讲 B 十二的吗？就这种个啊。啊，伊是来开做挂件啊嘞。哦，这乌汤啊个。后面一点才不会。我那个冷板车去买单。转的时候，前面它就会压进去。哦，贵啊贵啊！哦哦。成功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比对一下。你看这长命，你看木块也砰砰砰砰。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像那个三十瓦油做的强化的。呵呵，我这支物件叫老。然后，哇，你看这，它就这样摇啊，正常要做按的，要很紧，不能像这样。后壁料好，啊！这正常我们先换落来。好，三个 Peters， 这个用注意。哎、欸，伊像这种敢有咧做加强的啊？伊无咧做加强的。伊有做载板的。哦，做载板。加强。好，我已经给直杀。哎，非常好用 ，ONG 增印剂。OMG， 你要用一点力。你这个布收一下，有金无？有没有金呢？影片下方点进去，换380块而已，下单为一支子板同学。